哎，家，爱家，爷爷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嗯，爷爷去争取个人才。嗯，正好你没事儿，跟爷爷出去遛个弯儿啊。爷爷，什么样的人才非要您亲自过去啊？哎，你到那就知道了嘛。上去看一眼吧。好嘞，我陪您去啊。走。老板，嗨，老板，说，他没有加入丁氏帆船队。你说什么？据我了解，于有为根本就没有加入丁氏帆船队，他好像自己那边出了点什么问题。哎，你看之前扣的工资，哎，想都别想。哎，喂。家吗？是，您是？我是丁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叫丁怀远。爷爷，哎，我跟您说，那海可漂亮了，真的。就是于有为的母亲林敏君吧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请您允许于有为到我们船队来。阿佳，阿佳，爷爷，你跟阿姨介绍一下我们丁氏帆船队的情况。来。帆船队挺好的，这不是明星帆船选手于有为吗？我怎么在这搬货呀？为什么你没去丁氏？不用你管。不是因为待遇吧？你不是说过帆船是你的梦想吗？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想干嘛就干嘛吗？像我们这种家庭根本就不需要梦想，你这种人永远都不会理解的。撒谎，走！哎，你干嘛？走！哎，你们公司待遇好吗？好。那身体都还好吧？也很好。安全吗？有为妈呀，你说的这些问题呀，
这，你放心，于威到我们帆船队，绝对不会出问题的。嗯，我们丁氏帆船队待遇非常非常好，嗯，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才会被招进公司，所以绝对不能因为某一个瑕疵品而影响了大家。 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，您明白了吗？走啊！走！干嘛？我帮你跟你妈沟通。干嘛呀？不用你管，你跟我妈沟通什么呀？你别松手！有为，韩明哥。 老爷子出去了，哦，刚出去不久，把哀家小姐也带去了。去哪儿了？这个不知道。听董事长说，去亲自签一个人才什么的。人才？嗯。你为什么会来这儿？ 这次我来，是请佑威去我们韩氏。你们两个人认识啊？韩明哥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这跟今天的事情没有关系。这位肯定是佑威的妈妈。是。伯母您好。你好。我是韩氏集团的总经理韩明，今天来是希望您可以答应佑威去我们的公司。 韩明，你也不要太过分了。于有威是代表我们公司参赛的人。丁爷爷，佑威还没有跟你们签约，所以我们韩氏有权利跟你们争夺。哼，这两年你们韩氏从我们公司挖走的人还少吗？商业竞争，我们有没有抢又没有威胁，人才来我们韩氏肯定有他们的道理。于有威就算来也要来我们丁氏，他在我们丁氏的试用期还没有到。 我们给同样的待遇，他不会答应去你那儿的。好了，别说了。岳威，哀家说的对，你目前还是我们丁氏集团的试用员工，你又代表我们丁氏帆船队参赛，那你就是我们丁氏帆船队的人。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会满足你。丁爷爷，您都说了。 佑威不是正式的员工，就算他是正式员工又怎么样？我愿意给钱买断佑威的合同。韩明，你这是欺人太甚了！你这眼里还有点商业道德没有？生意就是生意，跟道德没有关系。我，是，韩明哥，松手！你居然为了他跟我爷爷顶嘴！今天只谈公事。 根本不是这样的吧？哎，我看到你，你要离我韩明哥远一点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，哀家，过来。爷爷，你过来。爷爷，我。你给我过来。爷爷，丁哀家。哀家。 你们都走吧，我们佑威哪儿也不去，你们都走吧。伯母，佑威真的是这方面的人才，你如果今天不答应的话，我不会走。算了，我的事情不用你管，你走吧。算什么？你明明就很想去船队的。今天不讨论这个事情了，你们快走吧。伯母。
韩明哥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哀家，过来。 瞒着我跟姓韩的小子来往，我可真是白疼你了，气死我了！爷爷，我你行了，今天的事到此为止，走啊！ 你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，别再说了，你听我说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